了宝宝们，最近在网上看大家都在拆榴莲盲盒，我这个都蹦花了，也不知道算不算盲盒。我们把它拆开看看值不值，100块钱在超市卖的小票。徒手扒榴莲的女汉子，我也不会挑榴莲，随便拿了一个，不知道值不值。哎，哇，还行，这两仓肉还都挺多的，这个不太多，能看到吗？还行吧，拿出来让你们看一看哈。这个是第一仓的肉，好像熟的有点太透了，我得轻拿轻放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仓的肉，哇，这个好大，这个还行哈。嗨，掉了一块，一会儿捡起来。这个是第三仓的肉，这三仓都还可以哈。他不愿意下来怎么办呀，哥？这个是第四仓的肉，这个是第五仓的肉。100块钱拆出这么多肉，值吗？还挺沉的。尝尝这个牛年怎么样？盒也不算太大，还行。大哥在这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给他尝尝吧。妈，太香了。